萧敬腾晚上同台飙歌，献唱的是新专辑的歌曲。阿妹顶着一头鸡冠头，穿上了羽毛衣，一身浓妆朋克摇滚的装扮。至于萧敬腾呢，则穿上了短裤，难得的露出他白皙的小腿。烟雾弥漫，在颓靡的氛围中，阿妹以全新的朋克造型现身，鸡冠头白色假发，红色夸张的垫肩羽毛上衣，贴身亮片紧身裤，脚踩15公分高跟鞋。阿妹的新专辑首场演唱会的现场，歌迷嗨翻了天。时快时慢的新歌牵引着歌迷的每一根神经，阿妹就是有这种魔力，让全场观众情绪始终维持亢奋状态。主办单位斥资4000万元打造演唱会的现场，阿妹也不吝啬，特别从国外耗资30万元打造出专属阿密特的全新造型，要彻底瓦解大家对阿妹以往的了解。阿妹快歌嘶吼动感，慢歌抒情动人。全套融合不同乐风的表演，带给了观众炫亮音乐艺术的新体验。亚洲新王子姿态发第二张专辑的萧敬腾也来飙歌，全身黑的萧敬腾短裤里还穿了件紧身裤，这是他的新造型。一个是新生代小天王，一个是亚洲天后，用歌声陪伴来参加的宾客们一个震撼的夜晚。